跟着爷爷奶奶小朋友们搓出一颗颗圆圆的汤圆，认识即将到来的冬至。不管是白色的还是粉红色的，小朋友们都好有成就感。更酷的是爷爷奶奶们还带来精彩的演出，让小朋友们看得目不转睛。今天阿公阿嬷跳舞很开心，今天很开心跟阿公阿嬷一起玩。开心跟阿公阿嬷一起玩，小朋友也带来精彩的演出，传递暖暖的温情。我们每一年都会受邀请参加这样的一种劳动共学的活动，让孩子感受一下过节的气氛，也借由这样子的机会促进我们学校与社区的一种互动，与社区共荣共好，也让人感受长幼共学的魅力，深获明代肯定。今天七贤社区关怀祭典啊，他们举办圣诞节及冬至的一个活动，他们今天也借这个机会，让亲子阿嬷及小孩子之间知道这个过节的气氛以及圣诞愉快的这个欢乐气氛。非常高兴哦，我们七贤社区发展协会每年都有那个祖孙共荣的一个活动哦，包汤圆及我们的一个共同欢庆这个圣诞节的气氛哦，所以非常的好，然后小朋友也都非常的高兴，更重要的是我们长辈都是玩得非常的乐趣的。长辈们开心，散发活力，跨世代互动，一起感受过节气氛，一起变得更好。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